我将各处翻了个遍，仍不见胡掌柜。会不会他又去血魂林了？胡掌柜于此时再度失踪，定是凶多吉少。眼下可还有他人下落不明？ 客栈宫的遗像是生酒，何时换为姿体了？这酒是假的。我们店里从未有过这般色泽的酒啊！这壶中的酒是从何而来？ 都是酒窖的藏酒，那便老请姑娘带路了。阿阮，你暂守此处，已有备无患。那你们小心啊！哎，你去干嘛？我要去看看是哪门子的酒险些把我给算计了。这边走。 包公子，就是这儿了。包大哥，我感觉这里还藏着其他人。哎呀，小兄弟别怕，这么个旮旯地儿，活人哪会藏这儿？怕就怕藏在这儿的不是个活的。好歹你也是标新天下的女侠客，竟也害怕死人。嘿。 你个小青瓜，怎么突然间看得起我了？谁告诉你会玩镖的，就是会杀人的。酒气之中，好似还有一股血腥气。 美丹峰，难道藏在这儿的正是胡掌柜？纸钊，把棒给我。 胡掌柜，果不其然，又是风魂白骨杀，只是加之酒水浸泡，胡掌柜也是面目全非了。什么声音？